从三十联盟换了一个二三，哎，哦，我他来手提脚依然没能限制住今天周玉祥火热的手感，第四个三分，跳球，比赛开始，先获得球权的是新疆队，杰弗森再打往里给，哎呦，篮筐下沿再出来，周玉祥跳球。真漂亮，周玉祥这赛季的三分球，这两场我看新疆，我觉得他长太多。这连续的两次突破分球，在外线，周玉祥好球！哎呦，他这个赛季真的是准啊！是啊，需要他打错位，他打任何人都是错位，没错啊啊！天然的这种 mismatch， 好球！哦、第三个啊，暂停了。周玉祥真棒啊！从三十联盟换了一个二三，哎，哦，我他来手提脚依然没能限制住今天周玉祥火热的手感，第四个三分落转身，阿布盖来了，上球很快，完全的一个零，好球，后场，甚至我们可以说是三控卫的这样的一个阵容啊，所带来的一个优势，都能传球，哇，周玉祥今天真是准到没边儿啊，是。116-95。